伤肝儿。我现在呀，伤心。王佳瑜，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现在是买房子的最佳时机，国家调控这么厉害，房价好不容易跌了点儿，要现在不下狠心的话，这辈子估计都买不起了。不是陈白兔，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啊？就是再跌30%，该买不起还是买不起啊？我叫于少虎，我是这个戏的导演，是出生于1984年11月，严格意义上肯定就是标准的80后。哦，我才考了38分，够高的了，我才考21分。哎呀妈呀，赵琦，你咋才考那么点分呢？你不是抄我的了吗？你又的那大眼是谁能看见？拉倒吧，还是你笨，赵大结巴。嗯，查查查查查闭眼。赵大结巴。张碧然。张大结巴。张碧然。张大结巴，给我站住！像不像你们？像什么像？怀旧。是肯定是有对比才会有怀旧，这是我始终认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代80后的这些年轻人啊，可能对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一些生活压力或者说一些个人的问题不满，所以大家才会继续找一种途径来发泄这种情绪。我觉得怀旧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年轻时候或者以前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从中找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可能不会是物质上面，可能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一种释放吧，会激励我们这代人更好的前行。80后这代人，我始终觉得就是我们是被实验的一代。这个，无论是社会转型也好，而且是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种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也涉及到过，比如说我们这代人独生子女特别多，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正好赶上了一个生育高峰，大学扩招，经济转型，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很多。一些我们同龄人毕业之后就业啊，家庭住房啊，这些问题扑面而来，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这种这么快的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来不及做预防，也来不及应对，从小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所以说可能在这样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所以说我始终觉得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实验过来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充分体现了我们学校的教育，那是非常的成功。那下面一个节目呢，是初三五班带来的集体大合唱，我们掌声欢迎。胖子，给我上来！过来！站好了，反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初三五班的王佳宇。我因为违反纪律被学校老师给批评了，我们班主任高老师给我求情，把学校的领导老师给骂了，被撤了职。我们初三五班一致决定，如果不还回我们高老师，我们就集体罢课。罢课。当时创作初衷就是一定要截取我们80后真真切切的一些生存状态。可能舞台剧稍微有所夸张，有所变形，但是我觉得这隐藏在这个剧目本身背后的这些事情全都是我们真正经历过的，各行各业的角色都有。然后我们在剧中也安排了这样几个人物，能够涵盖我们尽可能80后这些群体吧。赵琦，你以前挺厉害的，怎么现在说话明显底气不足了？想当初你跟王佳宇在学校，那可是叱咤风云，无所不能啊！怎么现在露面了？胖子，你今天是没完了是吗？佳宇，丁总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以前的事儿呢，咱就别提了，当时太小不懂事儿。来，这杯酒我再单独敬您，就算我给您赔罪了。
您看我这保险的事儿。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说过多去抱怨我们的这个现在所生活的不满，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代人走到一个风口浪尖的一个中坚力量，我们大家不要不知所措。我觉得应该从我们之前经历过的我们自己的历史呢当中去寻找一种值得我们反思回味的东西，支撑我们这代人继续前行，更好的去生活。一二三，茄子。这个词儿，喊，我又想到了现实的生活，更喊，当我看到人们都在忙碌着，喊见干，背上有点凉，心里有点忧伤，突然想起爸爸说的话，我又看到了身上的伤疤，看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